经过前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翟天临论文风波后，翟天临鲜少露面。9月23日，翟天临首度现身机场，因为成为了现在的热门人物，他虽然低调现身，但是仍然被全程跟拍。他头戴牛仔渔夫帽，素颜口罩遮面，装扮低调，穿米黄卫衣搭配黑色休闲裤，单手插兜，看起来是气场不能输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